近日，44岁的蔡依林在完成深圳的演出活动后，选择返回台湾与家人团聚。此次返台，蔡依林的穿搭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她身着格子衫，搭配暗绿色帽子，简约而不失时尚感，展现了其独特的个性魅力。蔡依林一直以来都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前卫的时尚品味著称。此次格子衫的选择，既体现了她对经典元素的热爱，又彰显了其不俗的时尚品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蔡依林此次返台并非孤身一人，她的母亲骑着电动车前来迎接，两人的互动温馨而有趣。蔡妈妈的活泼可爱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，纷纷表示蔡依林不仅事业有成，家庭也十分和睦。蔡依林的此次返台之行不仅展现了她的个人魅力，也再次证明了她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，期待她在未来的日子